ている。現在、その伝統と技術革新の結晶である2人の選手が中国の威信を背負っている。コン・リンポイと2人のオリンピック金メダリストのプレーは、卓球大国中国が出した現代卓球を勝ち抜くための一つ芸人、2人のスーパースターの技術や中国で日常方法などを紹介する。感じ取ってほしい。中国卓球の強さの秘密を解き明かしていくために、いくつかのキーワードに沿って紹介していく。最初のキーワードは高度な基本技術。コン・リンホイ、サン・イーニンに代表される中国選手を形容するときに真っ先に思い浮かぶのが高度な基本技術だ。彼らは簡単なミス、いわゆるボンミスをほとんどしない。基本技術の最初に、サン・イーニン選手のフォアハンドの基本打法を紹介しよう。根本にある古戦の理論について触れておこう。卓球は台の中央にネットがあり、必ずネットを越えて相手コートにボールをバウンドさせるスポーツだ。そのためにはボールに弓形の軌跡、つまり弧を描かせる必要がある。それには体の使い方が重要になる。体の動きすべてを使ってラケットの動きの中に弧線を描く。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必然的にボールも弧を描く。これが中国が最も大切にする弧線の理論である。サン・イーニン選手のフォアハンドの動きを見ても、直線的な硬さはどこにも見当たらない。体全体の動きを使って次にバックハンドの基本打法のポイントを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に紹介してもらおう。反手，因为幅度没有正手那么大嘛，一般主要是从腰开始，完了再带动手。紹介したフォアハンド、バックハンドの基本打法は、ドライブやスマッシュなどの技術の基礎となる。次に紹介するのは、フォアハンドとバックハンドの切り替えだ。基本打法の最後に、突っつきを紹介する。彼らはどのようにして精密機械のように確実な基本技術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だろうか。二人に幼少期の頃の練習を振り返ってもらった。基本一样吧，因为小的时候，男孩女孩一起，我们经常一起练，因为分不出谁特别好，就是基本功，因为中国队从一般从小学、幼儿园有更小六七岁开始练，基本上都是这个过程。小时候就纯属兴趣，每天就打一个多小时吧，就是打着玩，在幼儿园包括到小学的时候，就是放完学才去打。打的应该说最练的最多的时候，应该是从十三岁到十六岁这一段时间，在国家青年队，这会儿是每个星期有上完课的时候，但是训练的时候更多一点。这个时期是练的最多的，因为就是说那一段也是中国队最难的一段时间，一直从我进了青年队十三岁，一直到九五年之前吧，应该到二十岁之前，都是中国队比较低潮的时候。所以那一段也是为了培养年轻的运动员，我们那练的是非常苦，练非常多的一个时期。就是运动量，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像现在年龄大以后会那么疲劳。一个是训练量非常大，而且那会儿主要是练基本功那些东西非常多，就是。包括每天的身体训练、体能训练都要量要比国家队要大，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追上他们，或者以后才可能超过他们。所以那个时期应该说练的是最多的一个时期。基本なくして応用は高度な基本技術に集約されている。二つ目のキーワード、それは敏捷性だ。体格で。ヨーロッパの選手などに劣る小柄なアジア選手が世界で勝つための術をコン・リンホイとサン・イーニンの2人の選手が示してくれている。まずは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の左右のフットワークから。
要还是脚底下重心的，因为我拉球动作基本重心都是落在右脚上，以右脚为主，这样来带动。但我觉得跑这个左右跑的时候，带有一个惯性，所以可能会借点力，这样是跑起来会轻松一点。相持球作为横板运动员来讲，这个技术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如果相持球很强的话，你的步伐运用很好的话，你在比赛中这种机会就会多一点，进攻的机会就会多一点。所以可能中国包括欧洲的运动员，横板运动员都是强调练相持球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作为相持球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步伐和重心的这种交换，始终能够保持连贯性，这样可以给下一板进攻创造一些好的机会。実戦のボールはどこに来るかわか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素早く対応するためには、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の数ある技術の中で世界に恐れられている猛烈に切れた突っつき。この突っつき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に中国選手は回転が非常に強いボールを打つのも特徴だ。因为就中国运动员相对来讲力量不如欧洲运动员那么大，所以就是说从小训练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速度和旋转要求比较高一点。其中旋转比较强的一个主要因素，一个是我们可能使用的海绵相对要比国外的运动员要硬一点，可能这种摩擦球的这种摩擦力就更强一点，所以就旋转更强一点。中国選手の放つドライブは非常に回転がかかっていて、なおかつ軌道が低い。中国選手のドライブは弾道が低いため、下から持ち上げるようなドライブになることが多く、いつの間にかラリーの主導権を奪われてしまう。と、ヨーロッパの選手たちは口を揃える。再一个就是中国运动员从搓球到这种高调弧圈的时候，都比较注重于这个手腕的和手指的力量的使用，可以这样是可以在瞬间那种加强球的旋转。回転の強さ、これは中国卓球の強さの核心に迫るキーワードである。パワーも見逃せないキーワードだ。比較的重いラケットを使い、驚くようなパワーボールを正確向きに相手コートへと叩き込む。その威力はヨーロッパ選手に決して引けを取ることはない。パワーを出すためのアドバイスを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に語ってもらおう。当然肯定就是一个是首先要转腰，这种身体的转动要大一点，然后再结合这个击球时间是更合理一点。主要一般都是发力的时候就是拉球的这种上升期就是最高点，这样才能发出力嘛。上旋球肯定要重心高一点。完了，往前的力量大一点，再跑一点。下旋球要首先要结合摩擦嘛，因为球弧线比较低。完了，这种动作是从下往上的。上旋球的话，就直接从后往前的动作，这种力量大一点。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の古戦の理論に基づいた合理的で力強いスイングを参考にしよう。パワーをつけるためにはトレーニングも重要だ。我们有专门的这种身体训练的教练，每天不一样嘛，也每个星期有跑步，也有踢足球的时候，也有做力量的时候，就短跑、长跑、力量，还有这种灵活性足球，每个星期大概有五天嘛，每天都不一样的身体训练。中国卓球の強さを探るキーワードに硬い守備力が挙げられる。中国選手の守りの硬さは
右打ち左押しと呼ばれた表ソフト速攻型が全盛期の頃からの伝統であり、シェイクハンドである2人にもしっかりと受け継がれている。このラリーでは相手のドライブに対してラケットを下から上へと動かして全身回転をかけ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全身回転を少しでもかけてブロック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相手コートにバウンドしてからボールが伸びるため、相手の攻撃を防ぎつつ攻勢に転じることができる。中国ではこの伸ばすブロックを必ず身につけることを要求される。ここからは中国卓球のより高度な技術、戦術を紹介していく。3球目攻撃について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とサン・イーニン選手の2人は次のように語ってくれた。我想这个主要还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吧，不同的这种战术需要。有的人可能需要发侧拳多一点，就只能发侧拳；有的人可能发转不转好一点，发长球。这个肯定根据不同的对手，不能说是我想怎么发怎么发，肯定根据对手这种接发球的能力，还有他对这个接发球的感觉，而且就在你自己感觉他的哪个球接不好，你才会选择发这种发球。二人にサービスを披露してもらおう。まず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のサービスから。下回転サービス。发下拳，首先，就是接触球的时候，肯定是接触球的中下部，这样可能，摩擦球的旋转会更好一点。一般发下拳的原理就是这种，主要是接触球的这个下部，这样完了突然间瞬间的用力。スピード性ロングサービス。长球，我想主要一个就是突然性吧，最主要突然性主要是这种接触球这种弹打的这种力量更强一点，不像那种少摩擦就直接就是这种弹出去的力量这种大一点，就尽量把球发长一点，主要这种突然性。フォアハンドの逆横回転サービス。这主要就是手腕的力量多一点，完了主要摩擦球的侧面多一点，不像发下拳主要是中下部，这主要是侧拳，就是侧面球更多一点，右侧这个球的右侧，完了加点手腕的力量。これは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の特徴的なバックハンドサービスだ。ビッグマッチの要所でこのバックハンドサービスを使い数々のタイトルを手にしてきた。反手发球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侧拳嘛，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发球之前就是一个侧拳的动作，所以可能发出拳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侧拳，可能就是不像正手变化那么多，因为可能发的时候就是人重心都已经下来了，可能那种变化就相对只能发出侧拳这种。サービスは第一球目の攻撃球だ。紹介したポイントを参考に。彼らのような威力のあるサービスを身につけよう。中国選手の多彩で巧みなレシーブ技術は世界をリードし続けている。その基本となるレシーブ技術を紹介する。フリックレシーブ、ツッツキレシーブ、そして21世紀になってから中国選手が積極的に使い始めた流しレシーブを紹介する。まず2人のストップレシーブから紹介しよう。
排团主要是接触离球越近越好摆，就是说你人家发过来以后，你接触球的瞬间离球越近越好控制。这样完了，主要还是手腕和手指的力量稍微多一点，因为短球嘛，不可能其他的动作更大一点。次はフリックレシーブのポイントだ。调也是属于这种，也是主要短球，我觉得不管正手反手都是这种手腕的力量更多一点，完了配合手指上这种接触球的瞬间，像挑的话就要瞬间的发力，可能那种弹打的力量更多一点，就因为不可能，尤其像正手短不可能再摩擦球过也太慢，就只能就是瞬间那种弹打的力量大一点，就跟发长球的那种原理差不多，我觉得。次は流しレシーブ。撇肯定就是接触球这个侧面多一点，因为有带点搓。搓的动作就是在撇，主要是撇的话，一般的旋转要比挑慢，但是要比搓稍微快一点。可能这个主要是作为一个配合吧，就是说，因为突然性也没有那么快，只是如果对方单面上就是正手单面使用的话，可能撇的效果会好一点。レシーブするにあたって、二人はどのような心構えで臨んでいるのだろうか。我觉得首先可能要注意半出台吧，对方封住半出台，可能对方的发球质量也会下降，这样可能对你的接发球的这种难度会小一点，因为如果对方你要盯住半出台，一会儿发球出台一会儿发球不出台的话，你接起来难度也大一点。这样首先封住半出台完了，短球的时候你的相对摆短啊，你的挑控制上更容易一点。コンリンホイ選手が語るように、台から出てくる甘いサービスは見逃さず、レシーブから積極的に攻撃する姿勢が大切だ。対抗するために中国が精力的に取り組んだ成果が現れている。カウンター技術のポイントを説明してもらおう。这应该非常重要，因为像反胶运动员这种打法，在这个技术运用是非常多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跟前三板短球运动员好的时候，我们相对吃亏的时候，就要通过长球这种先主动的搓长，包括挑起来这种形成相持，或者有时候被动的搓长完了形成反拉，这种转成主动，所以这个反攻的技术应该非常重要的一环。我想这个正手的反拉弧圈的时候，主要还是以力量来抵消旋转嘛，因为一般的话像你搓长的话，对方拉过来的旋转也会强一点，所以这种时候如果正手反拉的话就需要力量更大一点。像反手如果要是反拉，这种难度是比正手要大，因为可能这种技术包括这种击球时间不太好掌握。一般像我反手都选择是这种中性的带或者是这种防，可能这种稳定性会好一点。反带应该从十四五岁左右的时候吧开始练这个技术，就是那会儿只是在近台，因为年龄小嘛，力量什么有限，而且主要是在近台快带。可能到了逐渐的年龄大一点以后，进入国家队的16岁以后，才慢慢的练这种中台的中远台的对拉和反拉的这种技术。ドライブ全盛の現代卓球では。単にブロックしているだけでは勝ち上がることが難しい。中国選手のように精度の高いカウンター技術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は不可欠だ。中国卓球の強さの秘密に迫るとき、最も重要なキーワードともいえる練習方法がある。そう、多球練習だ。本編の最後に中国の多球練習を紹介したい。多球主要一个是就通过多球来熟练一些技术，包括一些在单球中练不到的一些高难度的技术，要通过多球来逐步的适应，逐步的来熟练。所以多球是正常队从小我就在中国队到一直到
目前国家队都是每天都要保持多球的训练，没有什么特别注意多球，就是为了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说主要一些练一些高难度，平时单球中比较容易失误的球，这样在多球里，因为多球你不怕失误嘛，可以通过多球来逐步的适应，逐步的掌握，尤其是一些像前面所练的那种发力的球，包括一些高难度的球，需要来通过多球来提高。打球練習では送球者の役割も非常に重要だ。送球する際のポイントをコンリンフォイ選手に聞いてみよう。发球这个可以两人商量，一个是发球这方可以，无论从下旋包括长短球，包括这种从球的旋转速度到这种角度都可以加大，因为根据对方的这能力来逐步的提高这种落点，包括一些角度，包括旋转都可以逐步的提高，这样也可以对这个练的人难度的加大。多球训练主要要有一定的难度，这样才会有利于你的单球的这种水平。卓球練習はレベルを問わず誰もが目的に合った練習を行えるとても合理的な練習方法だ。2人のアドバイスにしっかり耳を傾け日々の練習に積極的に取り入れよう。コンリンホイ、サンイーニン、2人のプレーによってそれは卓球最強王国中国のプライドの結晶だ。那当时你的心非常高兴嘛，因为等于说是因为打球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获得奥运会的金牌嘛，所以在那一刻应该是人非常的兴奋嘛。应该说反响非常大吧，我觉得因为我们乒乓球在中国很非常受到非常高的这种重视程度，而且那场球的转播又那个时间正好是很多中国人正在吃晚饭的时间，所以收视率非常高，而且因为那一场比赛是在转年的我们这种十佳的评比中我就是整个的第一名，这很难的，我觉得因为有在那一届奥运会有好几块这种获得两块金牌的运动员，但是说最后老百姓投票的话就我是投的第一，都我觉得那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吧，对运动员来讲。当然用更实战一点，就更接近于比赛的这种心态，这样你的击球啊，你或者你的拉球啊，这样更实战一点，跟你比赛越接近越好。首先你的心态就非常紧凑，这样可能不会说因为训练和比赛脱节。主要我想目前从改了11分以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理嘛，就是到比赛你的心理承受比赛的这种压力，只有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心态去面对比赛的时候，你才能够正常发挥你的技术。当然你有技术也要非常好才能够夺取最终的冠军，我想这两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首先就从那个群体上有一定优势，我们打团体赛优势更相对更明显一点，单打的时候稍微得差一点。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从整个老百姓啊还有国家这种支持上，包括这种群众这种基础上，可能更扎实一点，因为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不同的这种打球的人非常多，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最有利的一个因素。如果从技术上来讲，从中国运动员主要还是从旋转和速度上更比欧洲运动员包括其他亚洲运动员更好一点。从力量上来讲可能差不多大家，但是说再一个从训练的这种对手上我们会更多一点，因为国家队是常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就更系统一点。首先我觉得能够再次有机会为日本的这些小朋友来设置这个录像非常高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一下我们从小到大的虽然不是完整的最完整的这种训练的过程，但是基本上包括了我们一些训练的内容，包括一些训练的方法，希望他们能够跟中国的年轻的运动员一起共同提高吧。再一个我希望这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转年拿了个奥运会冠军，但是我希望这次拍完转年能够明年世界比赛能够打一个好成绩来回报 Butterfly 公司对我的支持，谢谢你。